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有没有纸啊？纸啊！感冒了，要擦鼻涕。发作上都是空空空空空，舌其实空的，观点啊。我不要的呢，有一大堆；要的呢，就没有。可以了，有了，看到，鲜亮可见的，还着急什么？刚发心收了没有？收了吗？你们发了没有？啊，这么厉害！都是发了就搞定了，是不是？你们都已经发了，我都还没有特别专注要发什么样的心，怎么去专注？好，不开玩笑。今天这个身体差，不一定他很配合啊，不一定状态很理想。这个状态需要讲课也是比较累，而且要讲2堂课。那么今天我们开始学习前知摩诃摩揭说造的净土教验，开启信心之佛教明热啊，那么这样道门首先需要知道，修持净土法门有多方面的因素，那么其中这个信心就是首要的因素，也是根本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心是真道的源头。也是出生一切功德的母亲，也是张扬一切善根的关键。那么，特别结合修持净土来说，那个道友记载信里，这个真正的信心是发愿和实信的一个前因。也就是说，拥有真正的信心，才会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原力的推动下，才会切实修持往生法门。所以呢，大家必须要知道，修净土首要的关键，那就是把自己的信心开启出来。那么，怎么才能正式开启呢？那么，这个做法就是针对。自己内在的心存在的三种障碍，也就是说，未知、邪知和疑惑，尽量的迁除。那么，只要有效的消除了这三种的障碍，那么真正的信心呢，就能非常顺利发起来。那么，所谓的三种障碍，其中第一个障碍就是未知。就是指无知，或者说不了解。什么是无知呢？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对于护住阿弥陀佛48愿的内容无知，极乐世界的形成无知，净土中众的易报珍报的功德庄严无知，还有。往生之后所获得的极大的利益无知，同样往生净土的条件无知，还有阿弥陀佛名号起到的殊胜作用无知等等的无知。总而言之，内在心里一无所知，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100%的无知。
哎，100%的无知。那么其次呢，了解的不够，只有很少的认识，而且呢，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不知道，那这个就是部分的无知，哎，部分的无知。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放心，要监察自己，还有哪些方面存在无知，是100%的无知，还是部分的无知？虽然就是了解一点，了解的不够，而且都是似懂非懂的，尤其是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不清楚、都不知道、都不了解，是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无知状态呢？自己要这个监察自己，还有哪些方面存在无知？要通过求知来清除无知。比如说，对于弥陀怨害无知。那就要学习《无量寿经》来牵住这方面的无知。瞎子要学习弥陀48愿来牵住这方面的无知。还有呢，对于西方极乐净土的殊胜供的无知，也要学习净土无尽议论，尤其要通过学习往生轮主等来牵住。那么，这样开启心性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无知。无知呢，有100%的无知和部分的无知都要清除。那清除的方法呢，就是要学习《无量寿经》《往生轮主》等。这样的话呢，对于弥陀的缘害无知也清除了，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殊胜的功德无知也清除了。这样的话呢，开启心性的第一个障碍就消于法界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障碍，再有一个障碍，那么也就是说，第二和第三的障碍，其中这个第二的障碍，那就是邪知。邪知就是听了这种这个殊胜的佛法，就是听了净土的身教之后，认为这些全都是那神话或者那是编造等等等等，这样升起错误的认识，这就是这里所讲的邪知。所以大家需要知道，如果有这一类情况存在，那就会自戒障碍心性的升起，也自戒障碍发愿求生西方和实修净土的修法的功德，确确实实也自戒障碍发愿求生西方和实修净业。所以呢，要着重牵出内性的邪知，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二个障碍，这个邪知啊，都这个消除了。那么还有一个障碍，而且是对一般人来讲也是容易产生的一个严重的障碍，那就是第三个障碍是疑惑。大家清楚，所谓的疑惑就是二心，三心二意的这样的一个二心的状态。也就是说，自己内在心力犹豫不定的一个状态，比如认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这么容易吗？凡夫业力这么重，临终拼10年就能真的往生吗？凡夫真的一往生就能如不退转地吗？同样，真的一张阿弥陀佛的愿力。就自然而然得到智慧、圣通、相好等极其光大的功德吗？那么，像这样处在疑惑不定的心态当中，那就自戒障碍心性的升起，也自戒障碍发愿往生和实修精业。所以呢，我们每个道友还要监察自己心里。存在哪些疑惑？那么，直到有疑惑的时候呢，就要通过如理如法的文殊净土的教典来做牵住，这是十分重要的，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超出了世间的常识，是佛过深妙不可思议的一个作用。这个开启心性的途径呢，
跪打起来，那就是依靠佛陀弟子意愿身教的明日鲜明净土，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佛就是鲜亮见道，一切一切极乐世界的庄严都是那鲜亮照见，只有一切智之佛才有认定王圣的正因和西方净土功德的发愿权，其他连菩萨都没有发愿权，何况是凡夫啊、声闻缘觉等等。所以呢，必须要依照佛陀身教量来明显净土不可思议的尊重的事情。所以大家需要知道，全真老人家就是这样来给我们这里讲不可思议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等的究竟的殊胜的修法的一个要义。因此呢，他的方法这里没有别的，就是遵照道士佛陀如同世间的先人一般的真实话语，真实不虚，这些的话语就能知明了以及认定了往生的条件以及净土的功德等等的真实情况。所以呢，能气开心心的就是佛的身教智识，没有别的。所以呢，一旦佛身教智识的这样的这个明日啊一照下来以后呢，等于就是未知邪知疑惑的黑暗一半的这样的三重障碍呢彻底消于法界，在每个人相续当中呢完完全全可以说开启不可思议坚固的信心，必定这个往生，必定这个一生成佛的修行的教授的内容，就彻彻底底明明白白的一个心态当中呢，就生起了而专修净土了，是这样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全真老人家宿命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说到南无格热满正果开亚，就是叮咛上师文殊菩萨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又说到佛号入耳是刹那，大菩提道不退等，仁慈无量甚德者，阿弥陀佛护持众。大家清楚，这就是历经祈求加倍的一个内容。那么历经谁呢？就是历经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的经大道士阿弥陀佛。那么想这尊佛具有哪一种不可思议的身体呢？就是以阿弥陀佛愿害身体的加持下，当阿弥陀佛的名号如今二根智后就能得到愿害无起所赐的不退无上大菩提等无量无数的殊胜功德。那么对于这尊佛祈求什么呢？全真老人家就是不可思议的大圆满智慧，同时也是无缘大悲心关照我们。所以呢，他老人家这里就是说祈求护念一切有愿的众生种下往生正因金刚种子，求阿弥陀佛啊护念一切有愿的众生加倍他们。全智老人家没有别的祈求，唯一祈求护念一切有愿的众生今生种下往生的金刚种子，在临终必定免减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不退转的受记，而且一心一意这样，这个可以说就是祈求呢，就让阿弥陀佛加持下一生成佛成板自利利他圆满的殊胜功德。所以呢，全真老人家为了我等众生猛烈祈求阿弥陀佛护念一切有缘众生得到殊胜阿弥陀佛的甚叩意事业功德的加持，是这样的选择。那么下面又说到，在此凡是具有缘分的人所追求的目标中最为殊胜的，即使
不足犹济的涅槃，而不用历经艰难先住，轻而易举便可获得这一个这一故位等。速生方便就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依靠阿弥陀佛的发愿力，很容易往生极乐世界。已经往生的所有菩萨全部是依赖菩萨，而且上世的无垢圣教中说，足以无量刹土众的一切佛陀再三赞叹极乐世界具有远远超生其他刹土的无量功德，超生其他刹土的无量功德。那么我想整个这一段呢，以所求方便和原因三个部分来做这个解释。整个这一段呢，以所求还有方便以及原因这三个部分来对金刚句做这个解释。那么第一个所求，大家需要清楚，这里说对于具缘分的人来说，什么是究竟的所求呢？不是人天游乐的福报，也不是消沉的涅槃，而是不足游记的大涅槃，或者说佛过。那么有三愿的人把自己究竟的目标一旦彻底定好了，要寻找的就是无上的大菩提。那么无上的大菩提的相状如何呢？这里就抓住要点，就说就是不住善诱，不住孝成寂静，一切无住，这才是大波涅槃的究竟的境界。所以呢，就是无上大菩提的相状呢，就是不住善诱，不住寂静，一切无住，这就是最究竟大菩提大涅槃。所以第一个就讲了所求。那么第二呢，就是经解所讲了它的方便，也就是说已经确立了究竟所求之后，行而要非常谨慎非常忠实的思维。怎么思维呢？如何才能实现这一个所求呢？能真入的途径有无量无数的法门啊，而这些法门或者是兼经而成，或者呢是顿数而成，或者呢着重在义障自立，或者呢着重在见障佛理，或者呢首先真孝成的果再回入大乘，或者呢自接修大乘等等。能增入的途径呢，的确有无量无数的一个法门。所以呢这个就想，这个人呢就会想，如何才能实现我这个究竟所求的这个目标呢？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要寻找的就是一种少用共力就能证得无著涅槃的方力，这个方法，就是一种少用共力就能证得无著涅槃的便利方法。那是什么呢？就是发起求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愿力，常常以这个发愿来做印次。因此呢说到方便也是呢坚以自尽，非常简单，坚以自尽就只要跟弥陀愿害相应，那么愿害的胜利是要让众生无有艰难而能够速即成就大乘地道的功德，成就大乘地道的功德。大家需要清楚，这就是法藏菩萨在五大戒里面结成的大愿，内戒行持无量菩萨心，而且说舍手自出，说回向自出，最终成就自住，就是这么一个。
所以呢，自己的心自己就和弥陀愿海相合，愿海舍受我往生，舍受我成佛，我就自己发愿往生。以阿弥陀佛的威神力加倍的缘故，不必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等的艰难曲折。那么一旦得到了往生，就能很快成就不足有际的大涅槃。所以呢，成佛的速生方便就是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得和阿弥陀佛愿海相应，不是考其他，是考自己的心。那心怎么去操作呢？心要怎么操作呢？就是不能做什么样的善根，都以求生西方的愿做因此，做因此，依靠这样发愿因此，就非常容易往生。那么这样我们就讲了第二个这个方便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原因，为什么是这样方便，这么容易成佛，这么容易往生等等，要讲个原因。所以全真老人家第三就讲原因。那么这个原因肯定就是来自这个佛经。为什么说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用很少的功力就能获得无住涅槃的殊胜方便呢？那么根据无量寿经等净土的经教，有这样三点原因。其中第一点的原因就是一张阿弥陀佛的愿力，凡夫很容易往生。比如说阿弥陀佛本愿的第十八愿当中说，舍我得佛，释放众生，自心信要，余生我过，乃至十年，若不生则不取真句。那非常清楚，释迦佛一切智智观察后给我们就是讲的，也是法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大愿而这个成功的。那么这样的不可思议大愿和佛的一切智智观察后给我们就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原因。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众生临终有真实的信心，迫切相生西方极乐世界，下至念十声佛号，佛就一定接引他往生。所以呢，一张佛的愿力很容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点的原因，也就是说依靠阿弥陀佛原理驾悲凡夫往生之后，就成了依赖菩萨，就成了依赖菩萨。意思呢，就是从今往后只有进步没有退步，而且又是呢寿命无量，因此呢就一生成佛，不必要经历第二生。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从今以后往生之后就成了依赖菩萨。意思呢就是说，从今以后呢只有进不退，而且又是呢寿命无量，因此就一生成佛啊，不必要经历第二生了。要大道不退呢，有两种途径。龙树菩萨在世诸毗婆萨论里面讲到，世诸毗婆萨论里面就讲，菩萨要证得不退地，有男心和异心两种道。在做事依靠自力修心，要达到不退转很困难，就成了男心。而以心佛为意愿求生净土，一生净土就如了不退转地。因此呢，相对前者来说，以这条路正道不退转就容易堕落，所以叫做一心道。那么入不退地很难，真正修到这个地位以后，修行
就会只有上进，不可能这个退步。但是呢，经上告诉我们，菩萨发大心，欲知安舒华，善思应思多，成过是甚少。那么以多之力的愚知是很多，但是呢，真的能张成愚的呢，很少很少。同样，暗疏开花很多，能结果的却很少。同样，菩萨触发性的很多很多，成就的就很少。中途腿转的缘故啊，成就的就很少。所以呢，要达到不腿转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很多的修行的状况都是这样。进步很慢，很困难，退步呢却很快，很容易的。比如最初学佛的这个时候如何，现在的这个心境如何，有可能这个可以说就是最初还有一分很寸的一个善心，现在呢连这份善心都丧失了。那么这就充分的说明修行很不容易，尤其是无作恶事的今天，恶事的这个时代，人缘吃甚的，接触到人缘的因缘就会让人彻底退步的。比如听到了一种邪说，收到了邪见的印象，或者遇到了过中因有人性的贪嗔三乱等等的境缘，马上内在的心就退转了。但是大家需要知道，一往生西方就入了不退地了。这样呢，我们就讲到第二个它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全智老人家也是这样说，西方极乐世界有朝生其他净土的无量功德，而且这是十方诸佛再再赞叹的。比如无量寿经里赞叹西方极乐世界朝生十方，那么这样让我们彻底明白，彻底通达，这样的话呢，心里呢产生出不可思议坚固的心性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第三条的原因呢，大家还是要就是进一步需要知道，只是能重复，只是听到有种欢喜心，这不行，种种的位置邪智疑惑还没有彻底端出之前，真正的信心不容易升起来。加深生气了，但是呢没有再再的思维串心，没有再再的去学经土的经教，那容易退失啊。而且你毕竟还没有真无生法身，你没有在人间已经得到不退转的地位啊。所以呢就是在今天的无作恶事的话呢，很多人呢的确就是没有进步，有退步。那这些方面就是想依靠自力要成就，要解脱，的确是比较困难，是一个难心道。让自己给自己问一问，是不是你自己凭自力来修心是比较难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自己观察好。那这样既然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难心道，依靠自己确确实实不容易修行而成就，那还有一个一心道。为什么是一心道？那么刚讲了三个原因，而且第三个原因啊，就西方极乐世界有超生其他他土的无量功德，这不是我说的，不是一个这个可以说菩萨，不是一个这个声闻罗汉原句说的，也不是一个第十天或者是一个转轮王或者是一个领导啊，不是这样说的，是十方诸佛说的，而且是再再赞叹讲的。哎，无量寿经应该咱们大家很熟悉吧，大多数应该说是很熟悉的。那么这里面赞叹极乐世界是超生十方啊。那么对于这第三条的原因，应当说诸佛都有发愿，都追踪成佛，而且佛佛道通，没有告下，所谓的共同一发生，一心一智慧，离无为一染，这我们都讲过这个内容。佛国先前的功德没有高下的差别，而且呢一切诸佛各有本愿，而且成佛的时候成就了本愿，也都说一说本愿的内容，人愿的普度众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诸佛没有什么高下的差别，佛所说的净土也没有什么高下的差别，不能起佛和佛之间有生灭差别的想法。那又为什么说西方极乐世界超生十方呢？那么这就是怎么理解，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智慧能下阶级，而这个精修啊，或者说这个问题是怎么样，自己要首先考虑。但一般人来讲，没有学好这些精突的精教呢，肯定就是没有个正确的答案，心里呢是空空一片的，或者呢没有智慧下结论的一种力量。那么这是就终身的状况、因缘等等来说，比如有无数种药，不能说哪种药好哪种药不好，就你自身的病最适合来说，就说这种药最好。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西方极乐世界有两大药店，针对娑婆世界的众生，就可以说他超胜了十方。那哪两大要点呢？就是凡夫容易往生，而且往生之后能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那么相比而言，有些刹徒特别殊胜，但是呢条件很高，凡夫不容易这个往生。有些刹徒凡夫容易往生，但是呢刹徒的舌子不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是这样，玄智老人家的金刚句的要点就在这样理解。要点呢应该这样解释，方上师讲这个玄智的注释的时候也是说，其他有很多刹徒，东西南北十方世界有很多清净的刹徒，不是这一个阿弥陀佛，有无量无数的佛，而且都是呢最初发了不可思议的愿，也是呢就是修了菩萨的这样六度完心，最终都是呢成佛了的，而且不但成佛，人运在普度众生。所以呢就是有十方清净刹徒，有很多无数的佛都存在，但是呢有些净土呢确实条件很高，一般无作恶事的凡夫不容易这个往生。有些呢条件不高，容易往生，但是呢往生后呢不像极乐世界那样功德利益那么大，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像这样按照一切智士佛与经教的明确智士，我们的心就会踏实下来了，就会明确这条往生之路的殊胜，也就特别像往生西方净土。那么对于有缘者来说，按照净教做了立志的抉择之后，会认识到在十方世界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佳的选择了。就自己魔法时代凡夫的身份，业力深重的状况来看，当然要求生一个有能力取得往生资格的净土，而且呢希求一个往生之后能获得不退转等等殊胜的功德，快速成佛的净土。这个就是根据有缘者的意愿，或者说他立志的抉择之后，他认识到十方世界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他来讲是最佳的选择，而且呢自己知道现在魔法世代寿命暂断，贪嗔痴增长的因素越来越多，而且几乎一般环境不好的人来讲，就是三乱的因素特别多，增长贪嗔痴造很多业的，这样成了一种业深障重的状况来看的话呢，自己当然要求生一个有能力取得往生资格的一个净土，不然条件很高的，自己不容易往生的，你去追求也不一定往生。如果很容易往生，但往生的有可能有推转的，
或者呢，就立功的不大的，不一定是一生成佛的，那就自己想。这个就是要智慧观察，立志的抉择的时候呢，它还是悬着。往生智慧能获得不退转等等殊胜的功德，也是一生成佛，又是呢快速成佛的一个进度，他会选择这样。而且呢，又是我能迅速圆满普贤心愿而证得无著大涅槃的一个净土。而这些要点都在西方极乐净土上圆圆满满的居住了，哎，圆圆满满的居住了。这是一切之智，释迦佛告诉我们的，也是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和原理所致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净土。必须要相信这个，因为啊，它的右殿上来看，一切都圆圆满满的居住了。那么这样就会认定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少费功力就能成就无著大涅槃的速生方便。理解全智的金刚语不可思议，就给我们讲了最关键的要点上一段一段的讲下来了。也就是说，这样对于所求、方便、原因三个方面都观察好了，然后给我们介绍的。那么我们就如理的学习，如法的学习，而且呢，用立志的观察玄奘。那么我们也就跟全智老人家的金刚句随缘如观的方式可以学修了。所求是什么？它的方便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三个方面都要学习做观察。如果对这三个方面都观察好了之后，我们内在心里就会升起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那是这样。那么想往生西方极乐的世界的心起来了，那就好办，那就开始就要修行了。接下来就要去了解怎么才能事先往生。所以呢，下面就宣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所以呢，玄奘老人家这样说，所以关于往生极乐世界的因，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中说，阿难陀，若有众生欲离观香，如乃圣香，积累众多无边之善根，发菩提心，为往生彼净土而发愿回向，必登灵敏众时，如乃因公正等觉阿弥陀佛，有诸多必求中围绕，将现于其前。必等众生见除有坏阿弥陀佛后，以极其清净自心而逝去，即能往生极乐世界。此经中宣说了观想阿弥陀佛，积累无量善根，发菩提心，以解善根为往生极乐世界而回向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这十种因。那么这一段应用了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的校正，做了这个介绍。那么章文上呢，直接说到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那么这个按照我们这个韩文大藏经的很多经图经对照的时候呢，就是无量寿经，章文上取的名字就是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那么这个韩文无量寿经有很多版本，尤其呢跟这个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呢，大多数都是相通的。我亲自藏文和韩文都彼此对照了。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啊，就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无量寿经啊，是这样。那么这样经文讲到的四种因，第一个呢就是作揖阿弥陀佛，或者就是说念佛；第二呢就是光寂三根；第三呢就是发菩提心；第四呢回向法缘求胜。那么大家清楚，通常我们说念佛有几种：思想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痴名念佛，这四个都叫做念佛。所以呢，这个念字意义很广很广。那么思想念佛就是念本心佛、念思想佛，而观相念佛就是依据观境的十六观，一层层的观起来，
观落日啊，观岁啊，观底啊，观佛正身等等。然后观相念佛就是观阿弥陀佛的佛像。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就是念佛的名号。那么全真老人家又继续说道，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一念阿弥陀佛和客求往生极乐世界，积累三根与要这所大乘中信的法无上菩提心作为他的辅助因素。那么以上呢，就是说对于以上四种因素以诸要和诸般来分。那么其中诸要的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两个。那么结合全智老人家下面的论文，数数不断的忆佛念佛，就是对佛有心性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渴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指的愿，这是指愿。所以呢，就是以心愿作为往生的助因，也是根本的因素。好，下面再看诸般。诸般当中第一个就是光寂善根，就是平时下至一次合掌，一次定力，烧一支香，供一杯水的这些善根，都呢以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发愿应持回向，都成为往生的正因。所以呢，就是需要知道光寂善根，就是下至一次合掌，一次定力啊，烧一次香，供一杯这个水，所有这些善根都呢以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发愿应持回向，应持回向非常重要，这样都成为往生的正因。那么第二个助办，就是对于大乘决定中心者来说，那就是以发菩提心作为这个助办，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又说到应持，为了说明对阿弥陀佛虔诚信奉，占诸道地位，佛在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中说，阿难陀，若善男子善于人，欲求即生先见三世阿弥陀佛，当发无上正是圆满菩提心，并以正上清净意乐为往生彼佛净土，真心信奉，积累善根，圆满回向。那么收现呢，为了说明对于阿弥陀佛信奉是注意。那么无量寿经当中这样讲到，如果谁有这样的信，也就是说我这一生能见到护住阿弥陀佛多好啊，这就是对阿弥陀佛有信心，这个信心非常正确，表现为想晋升就见到阿弥陀佛，以这个信心去世，就好好的发无上菩提心，以增上意乐，为了圣道彼佛国土，庆祝全副信力，终至善根，把这一切的善根，把这一切的善根完全回向往生，普界回向往生。那么这段经文体现的就是以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是主要，后面的发菩提心为了往生佛国，倾注心力来种植善根，全数普及回向在往生上面，都是呢由于有信心才会这样做。假如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不是想寄生就面见阿弥陀佛，然后一直佛修行成道，那就不会发动后面的行动。所以呢，信心是主要，这一段关键就介绍了这样的一个要点。下面又说到，为了说明渴求往生净土的愿望，举以受位。此经中又说，阿难陀，何者常观想阿弥陀佛，并积累无量众多之善根，与佛刹土
藏文上有四个字，这里就韩文上就落掉了四个字。藏文上有四个字：与佛刹土，真心一逢，彼等临命众师，于如来应供真等觉阿弥陀佛色身形象大小随从必求圣中完全相同的佛化身足以其现，彼等彼等因现间善事，以具有极为清净之灯饰及不亡师之正念，死后即能往生彼佛净土。那么需要知道，这一段就是应用经论，充分的证明求生西方净土的愿也是主要的因，跟上面所讲的信心一样，也是主要的因，也是根本的因素。经文上就讲到，谁作以阿弥陀佛，而且呢恒是种植善根，倾心于佛的刹土。那么这一句是体现了愿。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出门在外的人一心想回家，这个就叫做愿。那么自己的心倾注在西方极乐世界上面，那么这样的人到了临终，阿弥陀佛会化一个化佛，显现在这个人的性仙化佛的光明相好，以及以必求中围绕都和正佛无异。那么这个人以见佛的意愿，他的心里没有杂念，这个时候呢就以心远清净境界的一个等次和正念分明当中，跟随佛续清，很短很短的刹那间就生在西方净土的莲花池里了。那么刚才这一段经文，我们主要要知道愿的内涵，而确确实实就是很真切的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倾心于阿弥陀佛的净土。只有这样愿心的人，就和阿弥陀佛的愿海相应，他在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以愿力会在他面前现出化佛的相。愿力会在他面前呢现出化佛的相。这个化佛相好光明，有很多很多比丘众围绕。这一幕一幕的情景就像真佛一样。但是呢实际上这是光中化佛，无数亿那样化出来的像。这个时候是在什么心境当中往生的呢？当化佛显现的时候，往生者见到了佛，心里呢顿时就没有杂念，而且呢是以远清净境界的一个等次和正念分明的状态而往生的。所以呢无必要庆祝，这不是自己有力量，二是呢佛理驾悲摄得往生者心里没有杂念，并且呢安住在清净境界的一个等次当中，而且又有真念分明，那么以这个状态当中就往生净土。这个问题呢就像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上讲，在临命众师有佛和圣宗先前围绕，出现在这个人心前，这个时候以佛理慈悲加有他的心，使得他的心不乱。那么这样的心经当中呢，须臾间就往生到了西方净土，不经过重印了，不经过重印了。那么下面全真老人家又给我们这样讲，归纳其来说明对阿弥陀佛虔诚信奉及渴求往生极乐世界最为重要，以及具足这两种条件能往生的道理。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中说，阿难陀，若有众生生至一发心随念如来，欲求往生必刹，若有将说生生妙法，则深感难得，毫不懈怠，不起不回，甚至以发心观向善思阿弥陀佛，生起渴求自心，彼等于梦中人间善思阿弥陀佛，终将往生极乐世界，
于无上正是圆满菩提道中不退转。阿难陀，彼等善事照见慈祥，二于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中普皆念诵阿弥陀佛命号且称扬赞叹。那么这段再应用经文就给我们说明，心和愿这两者就是成败往生的决定因素，往生的决定因素。如果具足信愿，就一定能往生，一定能往生。那么在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经当中讲到，众生下至于发意念心念佛，心里很想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假如讲深圣的法，心里升起幻心，没有任何携带的状态，没有畏惧的状态，下至于发意念心念阿弥陀佛，生渴求心，就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就不退无上菩提。所以大家需要清楚，这里面先生了往生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对于生生净土法欢喜信要，这是有信心。第二个呢，就是心里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有愿心。那么居住呢，信愿下至发一念心念阿弥陀佛都能往生，这就证明心愿是成败往生的关键，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具有心愿者是成败往生的关键。那么这个心愿说到基本点上，那么心就是指对阿弥陀佛有信心，愿就是指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愿望，有这两个因就直接去向西方净土。为什么呢？由于是身心切愿，一念的念佛就跟佛心相应了，所以到了临终只要一念念佛就得到佛灵摄受，把他的形式奢侈到了极乐世界，就如脑不退地，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需要清楚，由于阿弥陀佛的法门得以凡夫有极大的意义，因此呢释放无量无数不可说不可说无边世界里的祝福都承载阿弥陀佛，就是因为凡夫超出圣色，这是一条坚毅的路，也是自戒的一个路。这我们就学了很多阿弥陀佛的法门，大家都知道在弥陀经无量寿经等等当中就说到，十方无量无数不可说不可说无边世界里的所有一切的祝福都共同一口同声称赞阿弥陀佛的种种的这个功德。这就说明凡夫要超出圣世，这是一条坚毅的路，也是非常自戒的路啊。之所以在欧益大师的弥陀要经里说到，往生与否全凭心愿之由物，他老人家又说到，若心愿坚固，临时试念意念一决得胜。意思就是说，如果心心和求生净土的愿达到了坚固，那么临终意念试念都决定得到往生。所以全智老人家这里也是说，具足心愿就能承办往生。下面引用校正说明这个问题。无始故生经中也说，自此向西方极乐世界查，必除主如来善事无量寿，随诵起名号，将往生必查。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说，从十方娑婆世界往西边经过十万一个刹土，有一个极乐世界，那里安住佛祖阿弥陀如来，随承念他的名号就能往生到他的刹土。下面全智老人家又说，我们必须
要遵照诸入此类的佛经中善方无辞明确提到的教义，升起坚定不移的诚心。换一句话说，一定要认识到极乐世界功德朝生之处。那么对上讲的我们做个小的中介，那么全智老人家讲的我们做个小的中介的话呢，就是说讲了最殊胜的所求就是不足有际的大涅槃。一个少用功力就能实现对于所求的方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原因就是凡夫容易往生，而且往生之后就一生成佛，而且呢这个国土啊具足超生其他刹土的无量功德。那么这样说了之后呢，我们每个人就想我要走这条路来成佛，就有这样很想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之后呢就开始关注成办往生的因是什么。那么在佛经里说到了四殿，念佛、发菩提心、积极善根、为往生而发扬回向。这四殿当中以念佛和为往生而发扬回向为注意，而且呢这两个的内涵就是心愿，心愿两个，因此呢就是以心愿为往生的根本因，往生的根本因素没有别的，只有两个，就是心愿，以心愿为往生的根本因。那么剩下的两个，也就是说光寂三根和发菩提心，是承办往生的助办，是这样。而且呢全智老人家经借助应用经问，以此说明呢心和愿为就是根本的助因，以及具足心愿就必定能够往生。那么现在提到呢，要对经中明显说到的净土教义升起信心。那么升起信心这个呢又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往生的正因生信心。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的妙果生信心，对极乐世界的功德生信心。那么以上讲的就是要对往生的正因升起信戒，他老人家就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观点。那么我们第一堂课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呢大家以心心因发愿力，然后呢共同共修念。